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与下莲居汇集本相关的六位大德的往生。一，下莲居居士往生，汇集大经。下莲居，少智雪，博冠群集，穷言理性，兼善众意。中年前修内典，由宗而教，由显而密，圆融无碍，会归净土。乙丑，军阀张宗昌都鲁时，以莫须有之罪相加，即没家产，下令通缉，乃避祸东瀛。余年归来，眼观金门，仗势围供弥陀像，一心虔持圣号，明心觉律，专精行道，历十载，感应道交，锐征屡现，见佛见光，从不是人。有诗云：“一卷六字经，转破十年案。人云我念佛，我说是佛念。迷云尘雾重重过，瞥见成坛月影圆。”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方殷，北京资署一再坚请，乃来京补居鼓楼之策，睿智潜修，尽心弘化，广赞大成，宣扬敬宗，诲人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求道问学者，日盈于庭，或沾法义者，不可生矣。或明心见性，或坐脱力亡，或往生现瑞，或舍俗出家。至于文教起信，喜心向善者，更仆难数。已似仲冬，年八十又三。一日为人曰：“余大事已办，绝舍浊世矣。”于时精神奕奕，开示法要及修持所现境界，多为平素未曾到极者。旬日后，是危急，夜间家人侍侧，闻其念佛相继，忽闻厉声一唱，惊视之，即于此一句万德洪名声中，安详往生矣。正念分明，说行便行，入弥陀愿海，为学人楷模，信乎。有关中念佛师若干首传世，摘自虚云长老弟子宽律法师著近代往生随文录。二，慈州法师往生，开讲汇集本。西元1957年农历11月17日弥陀圣诞，上午7时，
师于大众助念声中，蒙佛接引，安详舍报。涂皮后，获五色舍利子数千粒，分别供奉于北京西郊青龙桥观音寺塔与苏州灵岩山普同塔。师毕生行愿，教弘贤首，律持四分，行归净土。已故李炳南老居士曾有道师挽联一副，为师一生行持的具体反应。其词曰：为至降于观音诞辰，乃谢托于弥陀诞辰，且与世尊同光寿，即阐宣乎华严经藏，复受持乎净土经藏，定生极乐续高僧。师生于农历九月十九日，俗称观音出家纪念日。摘自陈秀慧《高僧行仪》。三，绿行法师往生，传播汇集本。绿行晚年在台中，与佛教联社导师李雪庐、炳南、佛学家蔡念生、运晨、画家吕佛亭诸居士时有往返。1960年春，他命弟子广化接任慈善寺住持，自己退居静修，欲积往生资粮。他欲广化曰：吾老矣，西归之日量不甚远。是年夏历六月初，他自知往生其近，不问外缘，专心念佛。初七日，嘱咐后事，立遗嘱。十一日，自行沐浴毕，披南传袈裟，穿新鞋袜，预备往生。徒众闻之，分来叩安，并助念佛。下午五时许，有送修地藏殿木料者至，他命广化扶持一堵，修地藏殿是他未了的心愿。行进间遇广化曰：我这一生太幸运了，晚年出家，有你们这些道友招呼我，为我念佛助往生，谢谢你们了。我幸而出了家，若不出家，这时为妻儿子女啼哭纠缠，怎能一心念佛呢？不得一心，又怎能往生？行至木料下环视一遍，在课堂坐数十分钟，独自回聊。为己曰：请广化来。广化趋至，见师有异状，问曰：是否时候到了？师点头。广化乃明中极重，曰：大家念佛，祝师父往生。师亦随众念佛，出紧而急，见魔不清，数分钟间
在念佛声中安详往生，世寿74岁，僧腊11年。三日后，荼毗或舍利数百粒，大者如豆，小者如米，多呈灰色，少数发光透亮。由此锐征，可为念佛生息之证。摘自于凌波《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四，黄念祖老居士往生，注解汇集本。3月26日，老人病加重，嘴张几下，已无法说话，但他此时极为超然，轻松的一笑，令家人无不感到他心中什么事都没有了，清爽极了。直到27日深夜1:07去世，家人趁深夜抬灵体至家中，由家人和老人在经弟子昼夜念佛7日。天气很热，又无任何防腐设施，然老人遗体不但无异味，反而很多人闻到其香，并多次看到大瑞相。由于老人生前不重瑞相，不重神灵，故不透露。黄老灵体在家中停留期间，大家昼夜助念，美国的弟子叶太太多次闻到灵体发出的奇香，美国的弟子周佩珍也数次闻到奇香。这二位弟子闻到奇香后，就速飞抵北京。在3月28日凌晨，一位奇居士在经弟子在灵前助念时，听到遗体处老人也在与大家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在4月2日，即老人往生后第7天，台湾莲花精舍的沈居士在家中佛堂为老人助念，当他念到极为清净处，突一发心，顿见供于老人灵牌前面的油灯灯芯竟蹦出2粒元宝舍利，油灯正在燃烧，现此2粒舍利已供于舍利塔中。沈居士是老人在台之密宗弟子。老人4月7日火化，已是去世后第12天。家人抬遗体时觉得柔软，手指都能活动，并感到遗体明显变轻，时而发出奇香。是日8:00至10:00，于八宝山礼堂举行告别仪式，有数百人参加。10:15至10:50火化。由于要观看火化的人太多，结果全被请了出来，只有2位比丘尼、北京通教寺的昌图师和盛会师偷偷钻进了火化控制室，他们亲眼见到遗体在火化的时候3次放红光和绿光，并且遗体上空
呈现由光组成的白色莲花。火化后，老人随身带去的念珠经大火而不坏，遗骨洁白如玉，并从骨灰中拾得五色：红、黄、白、绿、黑，舍利300余粒。五，徐恒志老居士往生，赞叹汇集本校对大经解。徐恒志居士涂皮后，在灰烬中又奇特地发现了数千七彩的舍利，其中有指骨、额骨、锁骨、头盖骨等，呈现出种种神异的现象。其形有珠粒，有花瓣，有莲花，有珊瑚，其色有赤，有白，有绿，有碧，真所谓五光十色，晶莹剔透。更为殊胜的是，其完整的头领骨和舌舍利金刚不坏，见者无不唏嘘赞叹。这是徐老一生精诚修持，为戒定慧道理所熏修，得大成就之表象。全国各地众多佛弟子也纷纷自发为徐老举行放生念经法会，在浙江卧龙山普净寺，由住持智正老法师主持，举行了为期49天的念佛追思纪念活动。徐老的部分灵骨和舍利花也在法会期间供奉，供佛弟子瞻仰礼拜。涂皮法会第二天，家属及上百位弟子护送部分灵骨到苏州灵岩寺，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灵骨安放仪式后，天降花雨，瑞相昭著，徐老之骨灰安放完毕，一切回向和纪念完毕后，在院子里，从天空中纷纷飘落如雪花一样洁白状物。到院外看，院外并没有，只有院子中有飘落。此时天空安详沉寂，白色花瓣状物纷纷飞舞和飘落，情形如同下雪，但比雪花大，有的大如指甲盖，接到手上一抹即无，也并无水迹。院外其他地方并没有，参加追悼的师兄都看见此稀有瑞相。南京弟子智华，2007年3月19日。附录：徐恒老之子徐觉哉在追思法会上的讲话。在这种时刻，请允许我代表全家，首先向江苏省佛协副会长、无锡灵山祥福禅寺住持无相大和尚主法点火，表示我们的感恩。向深圳弘法寺方丈本焕老和尚及常住大众，广东云门大觉禅寺方丈佛缘老和尚，扬州高明寺方丈
德林老和尚。重庆慈云寺方丈维贤老法师。南海普陀白光大法师。苏州灵岩山寺方丈明学老法师。上海真如寺方丈妙龄大和尚。普净寺方丈智正法师等，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他们为徐老的圆寂特意派代表送来了花篮。向澳洲净宗学会、净宗学院、净空老法师和全体僧众，台北海明禅寺悟明长老和全体僧众，浙江三门多宝讲寺方丈智敏老法师和全体僧众的诵经回向，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其次，还要向今天参加追思法会的各位来宾和亲朋好友道一声感谢。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与我们一起向先父做最后的告别。在先父生病住院期间，承蒙各位的关怀，多次探望慰问，给了徐老莫大的安慰。作为家属，我们也心存感激。另外，这些天从全国各地送来了无数的艳函、花篮和挽联，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各界人士对老人无限的缅怀和哀悼。其中有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先生，英国华夏文化协会会长贝学贤先生，台湾法语禅修中心张玄祥居士等。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汇聚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慰问，再一次表示由衷的谢意。附录：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座序，徐恒志。佛法流传世间2500多年，或见或顿，或显或密，以无量法门引导众生救路还家，同证菩提。其中净土念佛法门更是下手简易、契理契机的殊胜法门，所以历来高僧大德无不极力赞叹、苦心弘扬，以其一切众生备尘合觉，离苦得乐，化除烦恼，了脱生死，解决生命史上这一重大问题。黄念祖老居士正是这样一位大德。老居士法号龙尊，艺名心事，生于1913年3月，幼年早孤，母梅太夫人笃信佛教，礼敬三宝，居士常随侍左右，听经闻法，并得净宗大德梅光熙老居士开示熏陶，尽力栽培。20岁时，在北京工学院学习时，见到了《金刚经》，对无住生心妙旨
深有体会。当时自觉如醍醐灌顶，从此进一步深信佛教。抗战期间曾皈依当代禅宗大德虚云老法师，皈依密宗弘教大德诺那上师嫡传弟子，莲花正觉王上师及白教大德贡嘎上师。抗战胜利后，经梅老居士引荐，参谒净宗大德夏莲居大师，深蒙讲义，成为入室弟子。夏莲老出入如佛，显密融通，尤其对净土能深入参研，曾居楼三年，稿经十亿，集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1959年，黄老居士成莲花精舍金刚阿舍离位。黄老居士虽深入禅密，融会贯通，但悲心恳切，常以净土法门示导行人，认为此法善巧方便，一句弥陀能摄佛功德，成自功德。若能从事持，达理持，便可转凡心成佛心，远离众苦，速登莲邦。1979年，发心注解大经，即《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历时六载，稿经三亿，以有病之身奋力完成。我忝为教阅，觉此解引经据典，博大精深，从此常通于眼，获益良多。1987年，大经解印成，流通海内外，使法界有情，普沾法义。嗣后又以通俗笔调撰述大经白话解，由于劳顿过度，仅述一半，老居士竟于1992年3月27日凌晨逝疾往生，众生师导同身悲仰。老人在临终时洒然一笑，了无挂碍。涂皮后获坚固子百余粒，大事献瑞，永为道种。20世纪80年代初，黄老居士曾应邀在北京讲授大经，听讲者约200人左右，所讲有事有理，气理气机，深入浅出，法喻交显，使人闻后竟然念生死苦，发菩提心。果尘居士等几位同修集中力量，将70盒磁带边听边写记录成文，前后历时2年，期间斟酌推敲，煞费苦心，在三宝加持下，终于完成菩提心愿，深为赞扬。为此略叙缘起，普愿法界有情，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连开九品，果证无生，不负黄念祖老居士弘法立生，到归极乐的无尽悲愿。原载于《书简引草》。
2001年10月。6郑颂英老居士往生，弘扬赞叹下莲居汇集本。郑老一向笃信净土，矢志往生。他老积极倡印净土书籍，与各地道友善信交流时，总竭力赞叹净土，并且积极宣讲各地道友往生瑞相，祈愿宏大。如今在生命最后关头，愿不虚发，当气息终结时，头上毛发耸竖，冒有白气，是有异香，此当为生息明证。至夜间11点钟时，运方来主应处理遗体，勿再行佛事活动。此时为郑老更换衣服，虽肢体已凉，但仍柔软如生。郑老有遗嘱，于其往生后，停滞3日后火化，不举行追悼会，因而仅在8月30日于龙华殡仪馆行简单告别仪式。参加者主要为家属人员。火化后，从其骨灰中捡出3粒舍利子，还有许多舍利花，呈5彩色。其中3朵送往山东五莲山光明寺供奉时，由白色变为翡翠色。其余骨灰于余玉凡居士邸宅中供奉数日，于9月2日由诸道友护送，乘江轮航驶往长江崇明岛以东，最终被撒往大海。摘自《于中原郑颂英老居士生息纪实》，编者按读诵下莲老汇集本往生事例，可阅读学谦居士所集《无量寿经起信录》，网上可下载一书。下莲居老居士身后遗响，张景刚老居士。文革结束后，1979年，黄念祖居士开始构思酝酿，着手注解《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1980年，北京居士林为纪念善导大师逝极1300年，运行《佛说阿弥陀经》《秦译》《唐译》《汇集本》3种合刊。黄念祖居士作序，并在《汇集本》后作附注，对所补入之《襄阳史经》21字的由来做了简要说明。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也已流通。1984年大经解实历6载，稿经3译，初卷油印以求校正。1985年为纪念莲公往生20周年，诸弟子竟以节后仅存之李希元居士手书《宝王三昧忏孤本》复印流通。80年代中期，福建圆卓老法师发心将净语签印再版，发行数千册。1986年，东林寺于海内大德畅印大经解5000部。黄老在油印本基础上
重加修订，四月完成三校。冬季，国内铅印出版流通为简体本。1987年，台湾净空法师印行《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10,000部，并获读黄念祖居士《大经解》。1988年，净空法师印行《大经解》10,000部为繁体本，时黄老仍在反复修订《大经解》，由于版本较多，何为最后定本，尚需做进一步考证。1992年3月27日凌晨，黄念祖居士逝疾往生，终年79岁。1994年8月，莲公大士净语一书由北京广化寺畅印流通，其书为净语与六信寺院三姓一行斋自警录的合刊本，后者为首次印行公事。1995年，莲公往生30周年。5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印行净宗必读，为莲公佛学著作专辑，内容包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佛说阿弥陀经汇集本，观音宝典三种合参，净修结要，宝王三昧忏，净语，六信寺院三姓一行斋自警录。是年冬，北京广化寺在莲公故居举行恭迎净宗知事夏莲居大德设立供奉仪式，将莲公设立迎回广化寺，并于寺中举行纪念净宗大德夏公生息30周年、黄老生息3周年回向法会。净宗同修净印净修结要10,000部，又印六信寺院三姓一行斋自警录5,000部，其书前半部分为莲公手书墨宝之全部，甚为珍贵。又其书墨迹标题下题有第二册，因知莲公所作自警录原非仅此一册。1999年，净宗学会成立60周年，净宗学会60周年纪念册内部流通，载有莲公讲述心经之笔记、联合祈祷法会缘起节录等珍贵资料。是年，宝王三昧忏印行10,000部，时黄念祖居士大经解已在海内外流通于数百万部。至此，鉴于梅光熙居士大经重印序及黄念祖居士净语序中所列莲公佛学著作已重新刊印的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佛说阿弥陀经汇集本、观音宝典三种合参、大经合赞、净修结要、宝王三昧忏、净语、六信寺院三姓一行斋自警录，尚未见刊行的有会议引证记、教经随笔、大经五念仪、莲宗密抄、入道三字真、一梦蔓延平序、听佛宣自警录等。
或已不存。佛学以外著述，如《渠园外篇》等，均未见刊行。其他未见记载之遗著、书文等，相信仍有存于世者。国家宗教事务局下属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下联居汇集本。敬宗必读出版说明。我们这里选编了当代敬宗大德下联居居士生前汇编著述的净土方面七种资料，包括汇集本《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阿弥陀经》、静修捷要、观音宝典三种合参、宝王三昧忏又名长寿忏、静语、自景录原名六信四愿三性一行斋自景录，其中前五种由经文集录而成，主要是经典、忏法、日课，后两种是作者于静课之余随机偶成，各篇宗要已于其序跋之中概括介绍。北京黄念祖居士生前指定此七种为敬宗学会内部主要学习资料，所以本书取名为《敬宗必读》。敬宗学会是于1939年由北京下莲居居士广济寺宪明老和尚与净耿斋云鹏居士等在北京广济寺共同创建，并于大势至菩萨圣诞日农历7月13日正式成立。净宗学会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在佛教大众化、信仰生命化、佛法生活化的精神指导下开展佛教学修活动。净宗学会以礼民、信身、愿切、行专、恭纯、业净、妄消、真显与持戒念佛、看经论、查过去习勿自欺为修学准则，研修佛教义理，发扬大乘佛法，凸显净土法门信愿为本，行解相资，理事圆融，重在实修的原则。学会成立初期，分别在北京广济寺、贤良寺、莲花寺、极乐庵等处，每年起建佛七道场数次，并礼请大德高僧讲经说法。1944年，净宗学会于极乐庵举办讲习班，之后在莲花寺也曾开讲《无量寿经》全部。下莲居居士也曾于广济寺宣讲《阿弥陀经》。1945年曾发起各界与北海团城举办联合祈祷习斋法会，随喜参加者日近万人，肃穆庄严，盛况空前。2009年12月第一版中华书局净土四经出版说明节录。无量寿经为净土类经典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的一部经典，其汉文译本众多，有五存七欠，共计12种之说。
宋代以来，又有多种汇集本、截教本问世。本书则取上世纪以来，在海内外流通最广的夏莲居汇集本为底本。该经主要讲述阿弥陀佛在因地所发48大愿，何为实现誓愿所做的功德，以及他本愿圆满成就佛果后所建立的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殊胜情形，同时指出了至求往生者所必须的种种修行法门。编者按中华书局为现今国内最权威之古籍出版机构，2012年5月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净土诸经出版说明节录：当今时代，净土宗得到了十分广泛的普及，而净土经典随之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尤以净土三经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最为切要。《无量寿经》传到中国后，影响甚大。民国净宗大德夏莲居居士的汇集本，义理清晰，文辞通畅流利，便于读诵，故本书选用夏汇本。2003年第二版。愿我临终无障碍，阿弥陀佛远相迎，观音甘露洒无头，世至金台安我足，一刹那中离五浊，屈身必请到莲池，莲花开后见慈尊，倾听法音可了了，闻已即悟无生忍，不为安养入娑婆，善知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我愿如斯佛自知，毕竟当来得成就。网上部分感言：南无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这本书的内容特别精彩。默学拜读后，非常非常感恩普贤愿海工作室的各位菩萨们，在这个邪说肆虐的时代，及时为我们推出了这么一本正本清源的好书，实在难得。希望大家都能够静心恭读，愿所有同仁获益共勉。静念赞叹：愿正法久住，普度众生。属离：阿弥陀佛，这是非常神往、欲要弘扬的法宝，感恩编者、制作流传者。妙音：阿弥陀佛，随喜赞叹发心印刷此书的师父同修。
注引功德回向，佛所行处，国益秋聚，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弥陀本愿，光明加披，正法久住，我与众生，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同生净土，同证佛道。南无阿弥陀佛，顶礼十方三世一切佛，顶礼上净下空老法师。幽水蓝蓝，非常好的书，宇宙的真理。南无阿弥陀佛。许言，很好的一本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小一，很好，有缘多宣传。TRLMH， 阿弥陀佛，佛法兴，僧赞僧。LIUCH， 以菩提心传播善法，功德无量。陶朱公010，希望有缘能结缘这部法宝的同修，能生欢喜心。恭请的同修最少发心看一遍。自信清净，阿弥陀佛，随喜注印功德，天天想的人，随喜供印阿弥陀佛，正能量，人在无私无欲、清净淡泊的情况下，佛门禅宗中所说的禅的境界，能量场是最强的，抵御外来侵害的能量也最强的。负能量，人的能量是一定的，恐惧、焦虑、忧愁、灰心等违背天地法则的邪思邪行，都会在短时间内极大的消耗能量。这是一本劝人消除负能量的好书。天道失章，自然纠举，一定要顺从天理而行。外部着相，前段时间流通过来一本书，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刚拿在手，未很在意，细细品读，才发现是个宝藏。这两日赶快细细拜读完毕，多次痛哭流涕。希望有善根、福德与因缘的大德共同研读传播，感恩普贤愿海工作室。陆心宇，慧明老法师，又为证明此绘本，乃与下莲居居士左各捧一册
摄影佛前。老法师智行纯真，为世典范，行解兼优，宗说俱通。诸方其推为老参，居士泰斗、南梅、光熙、北夏、莲居，均皈依门下，曾开讲《大乘经论》40余座，不置文句，直剖幽玄，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实为近代稀有大德。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1996年为《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讲记》题写的书名。此书由2010年当选中佛协会长的传印法师作序，中国佛学院赵新法师整理，夏莲居汇集本，得到了前后两任佛教协会会长的认可。赵朴老为他人题写墨宝，极少见到净题二字。二，赵朴初会长于1992年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的黄念祖老居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白话解》题写的书名。传译读多来最先，五年读教一前缘，慈尊加倍成思本，遍放神光照大千。夏莲居：世界何缘称极乐？只因众苦不相亲。道人若要寻归路，但向尘中了自心。中风禅师杂录启示：本书大多数资料来自网络，是许许多多佛门四众弟子共同集成的，感恩每一位同修在此书从搜集资料、整理校对到问世流通过程中的每一点每一滴的付出。阿弥陀佛。普贤愿海工作室。回向：愿将以此圣功德，回向无上真法界，性向佛法及僧伽，二谛融通三昧印，如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回向，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或谈谤我法等，如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念念至周于法界，
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广无边，愿今回向亦如是。